茼蒿，他很善良，也很聪明。他喜欢帮助别人。起初，他只是帮我送货，所有的累活他都承包了。后来，他开始帮我们打理冠美客栈，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，包括餐巾的折法、刀叉的摆放、地板的清洁。除此之外，他对每一个人都很热情，大家都很喜欢他。童浩说，这里是他的家，也是他想守护的地方。他是我见过最可爱的人。这是你第一次愿意面对同行，也是最后一次了吧？能不能给我一分钟？不，十秒钟就好，在我面前当一次同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好想好想他，因为我都没有好好跟他说一声再见。我不是同行，单君浩，你该走了。